做小五，小五，公主，公主，属下冒犯。小五呢？小五在哪？属下已命人将小五安葬，公主放心。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小五还活着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就是不肯回到我身边。你说小五他是不是在怨我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不会受伤，不会久病不治，他本可以好好活着。过他，我要给他一整车的大米，我要带他回长安，带他看四季繁花，明媚山河。现在一切都没有用了。公主，他是含着笑而去的，他没有怪你，公主不必太伤心。明日我去看看他，我想陪他最后一程。公主，你不怕我了？这一路走来，我连死都不怕了，为何还要怕你？以前觉得害怕的事情，现在想起来竟是如此的滑稽。公主，其人自有天相，就是这个护身符带我找到你的。现在物归原主，希望他能保公主平安喜乐。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说来话长，是我在红衣宫捡到的，可能是天意吧。上苍若真的怜惜我，就求求保佑这天下苍生太平吧。一定会的，天佑大唐。即使天意留给你吧，希望他还能发挥最后一点作用。公主也别太难过了，保重身体。我已经下令把你最熟悉的婢女调过来照顾你，她很快就到了。